Toyota 展区，请移动您的脚步至主舞台前方。Toyota 展区的精彩演出正式开始。
左边，为您介绍极具个性的东汇纯电概念车 Toyota Robust Concept。 Toyota Robust Concept 是未来纯电都会小型车的雏形，针对年轻世代所设计，满足人们对未来移动科技的想象。 Robust 代表几何图形中的菱形，从正上方俯瞰，车身轮廓和内装空间仿佛一颗精致璀璨的钻石，极具未来感的外观，同时具备节能环保的低风阻表现，以对称美与创新科技打造独树一格的前卫魅力。 Toyota Robust Concept 采独特的 N+2+1 三排座椅设计，除了独立中置驾驶座之外，驾驶座后方配置 U 字型类沙发设计，是一台风格前卫又充满未来感的都会纯电概念车。请各位看向舞台右手边，为您介绍为环境而生的 AI 自动驾驶氢燃料电池概念车 Toyota Bicompromise Concept。 Toyota Bicompromise Concept 的设计理念是透过先进科技实现零碳排放的未来移动社会，其 Fuel Cell 氢燃料电池最大续航力可达1000公里，即便氢燃料见底也仅需3分钟便能补足，并且在能源转换过程中仅产生 H2O 水分子。暂时型车厢内面结合3450mm 超长轴距以及2+2+2的超弹性座舱设计，让 Bicompromise Concept 除了创造节能低风阻，更能够超大车室空间。 Bicompromise Concept 具备 AI 自动驾驶科技与头等舱座椅设计，随时可发生一定的个人厅或舒适的交流空间，未来开车上路将不再只是单纯的一大片移动，更有机会在过程中创造各种可能。接下来请各位看向右后方，为各位介绍以传奇为名因经济而生的 Toyota G2 Supra Racing Concept。 Toyota Supra Racing 是丰田汽车旗下为经济而生的品牌，致力打造具有驾驭乐趣的车辆，更积极参与多项世界级汽车赛事，近几年捷报频传，2018年首次拿下力曼24小时耐久赛胜利，同年强势夺得 WRC 世界拉力锦标赛场队总冠军，2019年获得达卡拉力赛汽车总冠军，并再度卫冕力曼24小时耐久赛首席宝座。现场展示的 Toyota G2 Supra Racing Concept 即是 Toyota Supra Racing 所打造的原型车，车身采用高强度千万瓦时复合材质，霸气外形，侵略感十足，充分展现概念厂车的热血魅力。内装不论是 OMP 快拆式方向盘、赛车仪表板等配备，皆专为竞技赛事设计，随时可以下场一较高下。Toyota 除了前卫科技的概念车之外，现场展示分为三大特色区块。首先是 G2 区域，除了 Toyota 性能车款，也展示了承接 Toyota Supra Racing 精神的 G2 车款，包含 Auris、G2 Supra 以及 Corolla Altis G2 Concept。接下来是 RE 休旅车区 ，Toyota 丰富多元的休旅车款，满足消费者各种都会或者自由使用的需求，包含 Yaris Crossover、CHR、RAV4、Prado、Hilux， 以及首度亮相台湾尚未导入的功能型车款 Sienta 福祉车和 Corolla Touring Sport。最后是 Hybrid 油电车区，享受纯粹驾驭乐趣的同时，也能达到节能环保。现场展示包含 Prius PHEV、Altis Hybrid、Camry Hybrid 以及 RAV4 Hybrid。以上是 Toyota 为各位带来的精彩演出，欢迎各位现场朋友近距离体验 Mobility for All 的未来视野。感谢各位莅临参与，谢谢大家。